一票哦，一千多拉一票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准备好吗？有信心？我们要去拉票、圈票，还有已经要投要去顾票，意思是说他们一定要去投票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我们要提醒外地打拼的花莲的乡亲，记得订车票，团结回家投票。古老师讲了，这是一个运动，为改变家乡的运动，我们要让所有的花莲人回来，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运动，我们一起去投票，我们一起投票给三号 Glass， 给他最大的支持，大家说好不好？11月26号，为台湾挺身而出，为花莲挺身而出，回家投票，打破家族政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 Glass 加油，花莲加油，台湾加油，谢谢大家。